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哇，我看看他还可以说什么话好了。We'll take up the trail once my men have caught their breath. Should go smoother with no Dereed to sabotage us. 好吧，他们好像不太愿意再跟我说些什么了。那是核心者。接下来要去哪好呢？我要去接新任务还是？我先往上好了，这上面好像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去。哎，好大哦，超级大哎！为什么会这么大？太大了吧！这边有一个炼化需要引火了，我先去找这个好了，附近清一下再回去。觉得没有理由要跑那上整个上面的话，我不是很想做。看有没有任务愿意指引我到那边去。这边好像有一点偏向。高比较高，高那叫什么？高海拔，对，就是有落叶树的感觉，不是针叶树的感觉。我在说什么？啊，叶子变得比较细啊，还没有到针叶，但是就是变得比较细，而且长得比较高。这个炼化是火焰风背兽哦，还不止哎。风背兽再加上其他的，打中啊！来了来了！哦，他。冰难道就不能吐那个吗？太冰！哎，用到电！啊！电到了吗？电到了吗？虽然他怕冰，但好像用电，然后电起来炸还比较实际。大家都朝我冲！好，冰冰。
这一只好像一条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电到它，不动。哎，啊，按照保存。哎，不只要用那个，我还得用。还可以用电弹弓。前进啊！哦，他没有办法再前进。Down you go。快跑！炸了炸了！电弹弓，电弹弓！好，看这个！啊！天啊！最后一次挑战，我打算来试一个方法，看看行不行。我看我能不能骑这个昂布者去跟他斗。来吧，为我战斗啦！刚刚不是打大只的，大只的我知道不行。这种可以。哦不不不不！哦。真假？安布走完全打不赢啊！安安，你秒啊这个！嘿，啊！你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攻击他，居然杀不死啊！果然是疯狂了这个。我一起受，不过他已经受伤了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帮上我的忙。小菊啦，啊，他连这样都没有爆，这血真好硬，终于到了。
来呀、啊！超远距离跟他，超远距离跟他玩。有点难击中，不过安全。我觉得我好像发现了这个敌人的 bug。假如他不会补血的话，他到现在没有快要爆炸的感觉。好吧。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不可行的招式。哦，爆了爆了，还是有效的。就算我这么远打还是有效的。头没有比较痛，打头一样59。千鸟上位，对，很久没有看到千鸟上位了，有打算要就来那个了，有打算要的再开。之后应该是想要就不要一直开飞机，来解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牌子啊，或者是武器啊，就稍微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就会比较有趣一点的感觉。我觉得啊，Keep quiet now。这啥？所有杰西卡粉丝，杰西卡居然有粉丝啊！不是那个杰西卡，直到里面的杰西卡。我这次不会再笨笨的下去。别跑这么远啊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回来！我求求你们回来！我求你们！你们跑这么远，你要我怎么打？哦。你们都被裂化了。不要保有你们草食性的逃走能力嘛。Just stay out of their way for now. 好哟，我也会加油的。
看，我先把那个补一下，然后等一下不想再走过来了，这里好可怕。来来，捡一下。然后等等再看。哦，回来喽。我觉得我要先上个。上个电，来吧，来吸引你靠近。哎，打中眼睛的话就有爆头效果，因为打头没效，但是眼睛是有效的。很好。来电！哇！啊！哇！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放弃。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